但是我现在越走越有信心，因为只要我若遇到艰苦，我当然会有所抱怨，但是我刚才都问老师给我解闷，甚至他跟我说一些鼓励的话。 我真的很庆幸有这样子的一个儿子，不管未来这条政治路到底要不要走下去，我尊重，但是我觉得说至少在目前在这个当务之急，那这是我真的一个振兴机。所以我直接说的直接要跟我们老师学的，多谢。在这个职位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了，那身为明代就是你把服务选民这件事情就把它摆第一嘛。那无论选举，其实民众要不要选择你，我们这个都没有办法去操弄，我们只能就是说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是永远都跟民众站在同一线的，就像大家最近在讲的接地气嘛，就是你都要站在人民同一线，你知道他们需要是什么，感受是什么。那我一直跟我妈强调说，就是在这个职位做好自己的事情，那最后的结果无论是怎么样，我们有尽力就好了。